他之前那个郭明伦也是一样，都在多难。遇到那条 A 到四只起重机，把那个三一样高明海运的高明码头的四只起重机都给买下了。欸，他有一条90,000吨的，好像退租了。高明啊？对，退租了。我看他把那个把字消掉了。哪一艘啊？高明。对，一艘叫高明。哦，高明伦啊。还高明伦那个退租了。那艘已经那个啦，涂销了，他的那个字全名全号都不全名都不见了。哎呀，油漆工人刷那个，我拍到油漆工人在刷。全名的，他这艘纯名，倒数第二艘然后90,000吨有2艘有加装拖流。这艘是没有加拖，这艘没有拖流塔。有啦，这艘有。有啦。不管他没有脱油塔，早就有烟了。不一定呢，上一次有看到有脱油塔在冒黑烟呢。可是现在中船都不造商船了，好可惜。以前叫什么？国马奋进号，那种超大、超肥，那个应该报废。下个船来了，开完他就要说再见了。没有啦，我晚上还要待在这边呢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你晚上待在这边？我下个船是广海啊，然后我在等广海。他就说他关门了，不好意思。能不能靠9点？今天先见到9点。见到9点。对，自由啊！没想到台船可以造出这么帅的。他说，那个这个系列有9奖，环保，还有设计什么9奖？他设计那个好像有那个。有点在等线。他那个 CMA CGN 那个柜子是他们那个广告啊，那个电子运送的服务。欸，有脱硫塔呢，看到有呢，而且还有3只哦，6只。3只啊，然后那边两只啊，而且他后面那个行李设备啊，那个很大一块，对啊，而且他在那个船桥的后面那一大块都是，对，那个你看长治那就是因为多了那一块，所以他的那个货柜量变少，有续米有装了吗？续米有装多久？后面两座超大那种。主要这样子，货柜量就变少了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拜拜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有缘再见。好。我下车，好难。